另外一种 FreeM Pitch Film， 这里写一个 EC， EC 是指大肠杆菌跟大肠杆菌群 E. coli and coliforms。 我们可以看到一样，我们用两个稀释度，我们用二重复，而哦，这是为了摄影而示范。它本身打开来看的时候，其实呢，它是有厚度的，这薄薄这层是有厚度的。所以稍后我们滴完样本之后呢，盖上去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用凹面这一面来压，我们使用的是平面这一面来压制，来压制。现在请看示范，一样先使用 Vertex 混匀，混匀之后，滴在正中间。放下，使用平面这一面稍微下压，静置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拿去 incubator 里面进行保温培养。我们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示范，一样，掀开来，加一毫升的样品。好，这边修正一个说法，我们要缓慢的放下。好，这是错误示范，这样太快的话，其实会有气泡产生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示范，我们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拍摄，将一毫升的样品置于样品中间，然后缓慢的让膜慢慢的下去，好，这次就很漂亮。如果说太快下去会怎么样呢？会有气泡，就像刚才这个一样，会有气泡。现在从比较低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拍摄，慢慢掀开，加下去，这只手顶住，慢慢的让它下来。好，其实我们还没有用平面去压的时候，我把摄影机往高点的角度看，好，非常的漂亮，跟我们前两次的比起来。好像第一次的话，我就是太快了，所以才有气泡。